那个被老婆家暴的吴先生申请法院帮忙，咱们别嘲笑他很窝囊，申请法院帮忙让老婆远离我，远离我的父母。日前，浙江温州苍南县法院凡山法庭发出温州市首例保护男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改人们原有的家庭暴力中受害人都是女人的印象。笔者认为，如此嘲笑虽然解气，但真心不妥，会削弱男性反家暴的正面意义。无论男女，家暴受害者选择与法律同行，主动拿出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大胆向暴力说不，全社会共同探索建立反家庭暴力统筹联动机制，帮助家暴受害者正当维权，并早日驱散家暴阴云，是温州市首例保护男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我们最好还是别去嘲笑人家吴先生，当你不幸遇到这样的凶悍的夫人时，完全可能一样的感到很无助。不过的像吴某这样想到依靠法律来帮忙，万万不可一时冲动以暴制暴，挥舞拳头打将回去，那就大错特错，得不偿失了。他不以生命为贵，不以违法为耻，你却别跟着去趟浑水。